Happy Bird， 人阿未报纸无 ，My People。马彪伯，马彪伯还是马彪伯？哎哟，广东嫂啊！唉，咩报都冇用啦！你做么坐在那边这样嘻嘻嗨嗨啊？哎哟，哎哟，什么代志？什么代志？有啊，有报纸啊，未歹啊，哥剩真多啊！我今日攞50个50份。冇一份都卖唔出，你睇一整蚊都冇啊，冇人啊，阴公咯！日日等住包砌啦，包砌啦，卖唔会呢？可能就系包砌，我冇收入啊，我食咩啊？其实我嘛是了解啦，这段时间哦，很多人哦都很辛苦啦，受疫情的影响，冇生意啊。不过，嘿嘿，你有看报纸无？你卖报纸，我唔知，我嘛唔知呀，你到底有看报纸？我唔识字，你看你看，你有看报纸无？啊，你看，看这边，最近哦，政府公布了这个，你看，啊，八十 gig 2020啊，咩啊咩咩 gig 啊？咩八十 gig 2020，八十 gig 系卖菜卖菜嗰个篮子哦，嗰个篮子啊，所以是我讲，所以你讲错 basket 啊 basket。买菜的难啊，哎呀，应该哈，不可以哦，这边哦，放我闹亏啊，因为你也大学嘛，并无名对不？我读到几大，你知唔知？哎呀，我系 University 阿妈经毕业的。哇，我听你咧放好放臭屁啦！好啦 ，sorry 啦，唔是八十几啦，是八折啦，八折2020政府今年的财政预算案，还有上个礼拜四哈公布的坚韧团结。结配套，有看报纸无？哦，诶，咁样系点啊？咁样系政府俾钱啊？系咪啊？哎呀，分钱分次的，什么都有啦。政府又咁好，又俾钱，好好听哈。我来教你 explain 啦。哎呀，就说哈，要像我这样哦，有智慧又有美貌的阿嬷，要走在时代的前面。今年每一位呢，超过21岁的新加坡公民，根据呢他们的收入高低，会一次过拿到300到900不等的现金补助。现金嘛。那些呢20岁以下孩子们的父母还能够额外的多得300块。哇，哎，多一点进我的口袋啊。有啦，如果这样我就不用吃草了。 OK 我问你，你现在住几房式的主屋？我住两房咧。啊，两房啊，好死了啊！报告所有亲爱的好朋友们，所有呢21岁以上住在一房，或者像阿嬷哈住两房式的政府主屋的公民，可以在2020年得到300块，300万啊！必需品补助券，哦，买嘢噶啦，好啦，喺边度买啊 ？NTUC 啦，成箱啦 ，Costory， 大家去买一些日常用品啦，食品，还不止这样哦。2021年还可以多得到100元的必需品补助券，所以意思就是说，总共哦，也是得到400块的必需品补助券哦。你今年几岁？我78岁。哎呀，够卡好些，因为你是50岁以上，所以呢，所有50岁以上的国人也能够得到100块 passion 卡百胜卡的现金填补。冚唪唥全新加坡人有。五十岁以上的就有那个 passion 卡的现金填补，就是恭喜你也恭喜我啦。100万呐。还有，因为疫情呢，这个影响哈，很多我们的这些行业，各行各业，特别是呢，可能是这个食品服务业啦、旅游业、私招车啦，啊，或 glad 啦，喜欢这些什么啦，我的仔，你的儿子啊，你不是没有孩子的咩？我离婚咗。哦，你私生的啦，我觉得和德士师傅啊、自雇人士啊，都可以呢得到呢政府的帮助。那如果呢要了解更多的详情，可以到 Gov.sg， 就是 Gov.sg 网站查询。咩 dot 啊？咩 dot 啊？咩 dot 啊 ？Gov.sg
Gov.sg 啦，所以很多的，你有没有看？不要讲没有人 support 你。咩 support 咩 support 啊？哎，但系我嘅好姊妹，行，你系我嘅好姊妹系咪？点解你嘅报纸冇同我买？你冇 support 我呢？啊，政府讲爱保持紧密安全的距离。一米哈，我感觉这个无一米，应该爱安尼款，搁无够，爱安尼款，搁较无够。听歌啦，听歌啦，痴心啊！听歌啦。